飞机也听到路了，等一下。啊，飞机也听到路了。你不要傻了，你来的好准时啊！哎，你看，哎，想骗我啊？挡得了，哎呀，听到了。我要向各位求婚，买了一只，现在准备派上用场，等我啊。 现在是热恋期，无时无刻都守着见到对方。还kiss了，眼睛左边就这样流。 情人节快乐！想不想要美丽的秘密情人节礼物呢？